急如令令，是这样吗？等等，好像没有魄力，对不对？阿曲的低抽。よかった。呼び出した式神が手伝ってくれれば、うまくいきそうですね。生命様の力もどんどん取り戻していきましょう。はいはい。そうだ。ついでに他の召喚法も試してみましょうか。樹の文様は式神との契約の印ですから、間違わないように。好的，给你我的爱。来吧，我的奴仆们。哦，玄女 SSR 好像非常非常难抽，对不对？嗨嗨，最后了，哪里个嘞？结束了，召唤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就是把我们现在所仅有的。卡都抽一抽好了，我们就试试看。我们先抽这个好了，五抽最基本的嘛。翻什么？翻什么？再翻啊！第三张是个妹子，怎么有点像是百鬼夜行的感觉啊？再一张。一样了，重复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哈。来吧，我们要画什么？我觉得很好玩，是这游戏可以自己画、自己想画的。可是阿曲真的是一点想法都没有，但。四颗爱心，然后变成幸运草的样子，真的有够丑的。哦 ，S R， 先不要评，是谁？孤鹤鸟。然后再想想我们要抽什么？我们要认真画，认真画，然后想想，好吧，我们就写我们自己的名字。取的笔画太多了啦，嗨，为阿曲大人效力吧，你们是谁？三兔，四个妹子，可是你骑的那个很不可爱。然后再一次，语音召唤，好。啊，等等，被禁止了。我不知道这是发生什么事我就是会一直有这个东西出现。好啊，语音暂时不行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还是那我们就画最
三重心。S啊，可是都是不可爱的家伙哎，为什么？好吧，嗯，没关系。阿奇的奴仆们乖乖的。